是一种流动的粘液，一旦突然受到压力，会变得像固体一样坚固。如果你把它放在手中滚动，会滚成一个坚硬的球。而一旦你停止滚动，它立即又会变成流动的液体，从你的指尖滑出。之间，当它的表面受到压力时，会开始变硬；当表面没有压力时，又非常柔软，和液体一样。